我这是在你后面啊！你真正去信伊做伙？潘主任讲你本事，假鬼假歹，办什么事？无礼貌啊！真无礼貌尔！你今仔日无我这个交代啊！你这叫我扛包，你赶紧拆落来！你这也不要紧啊！我一块较大块，走吧。 个性了，命令了，命小，查某囡仔拢会惊死啊！我怪爬袂着。你甲我教伊个查某囡仔爬爬去，佫敢伫咧遮甲我呛声？伊个其他代志我不管，不过你讲我假鬼假怪，我也无欢喜啊！ 时阵就真规矩啊！啊，你去要真少，你就停，要食好你就点，去庙内，你嘛真规矩，心心拜拜，回来台湾啊，去到这大县啊，你哪会知影我为日本倒来？先甲你讲个哦，伫咧公司偷提钱。 想要让人独尊头啊！人讲王心怡会甲医生讲这款代志，你妈妈真烦恼你，你过年紧张去，对爸母的友好，莫甲你招弟弟，甲你兄妹为非三族，莫搁办歹代志啊！若无，若无姻缘，命莫保去！你这个死人！ 哎，你走啦！我真正有影嘞，啊，走来叫你闹代志哦。你敢拍我车啦？你俩做工，我唔敢来遮闹代志哦。啊，心怡是啥物人啊？是啥物人啊？我甲伊真单纯啦。拜托，拄我退个足忝个，紧走啦。我出晒你个退个。 我寻嘛就看到你个心意哦，你才臭死啦你！阿庆，阿庆啊，你老孙老爸家来，你敢会想笑过呀？ 哦，你看起来对心仪感情足深的呢，你即马就看会出来啊。别人可能感觉我真歹会惊我，啊，不过伫个心仪面头前，我百分之百是一个暖男。暖男？不是啦，是小虎混暖男。哦，暖男。啊，虽然讲你安尼讲哦，啊，这面就无亲像你讲的啥物暖男，我适合啦，怪心仪无介意你。你的意思是？ 心仪介意长久，你这款长得坏坏的男生，我是谁了派的？啊，不过你是坏的，但不我无讲。要紧你！好啊，来，莫讲完啦！你吼，敢讲两句啦？莫过来创治啊！我是可能伊哦，甲他私心。我无可能私心，就总讲心仪，即马是你的女朋友，我嘛硬个唱过。非得。 我甲自在，唔是真正做伙。谢谢。安怎？还是讲你希望我是真正的女朋友啊？哎呀，当然唔是啊！算你淡薄头壳。可是讲代志，若真正亲像恁所讲安尼哦，哎呦，我着相信你。 用刀啊，跳过尔，你都安尼用到无法度，你是超过伊个哦啦。曹凤，你敢若无要看路啊？张嘉玲，你较拜托，这路才外宽尔，我要经过，你就超过伊，提刀把我挡起来，我拢袂好看到刀，是要安怎闪啊？我毋是超过伊，我无遮尔无聊。伊当然嘛讲你毋是，就算讲你是超过伊，你嘛袂是。哎，你这查某，你是安怎？
你家己做牛代志，你安尼歹哥哥赤白白，你嘛顾一下道理者，好唔好？哼，伊物件若有摕到好势，哪有可能落去？我马上，你还讲道理？曹凤，你对许大公话还较有礼貌诶。原来是方世贤嘛。既然你知我是谁，讲话阁无要较客气。哼，啊，当你后生做医生，为什么同你摇摆啊？啊，当伊也毋是做总统，也是救过我的性命。唉，是讲哦，这叶少峰无爱查某，伊要娶做某，我对伊哦是爱较尊敬一点。是讲你嘛照顾着我呢，要收到这银砖的新妇哦。这是阮家的代志，关你啥代志呀？哎呦，到时候我来提醒一下，张嘉玲是阮苏家的私生女，安尼我就是因姐姐，这当然跟我有关系啊。欧巴桑，我歹听话是讲第一头前，张嘉玲哦，第一业界无大无小，是真出名。啊，伊去人个大家哦，就亲像咧宣告同款，你要收伊做新妇，心中爱较强一点。啊，若无。我怕你会让气甲喘起来，你还未享受到，就先讲拜拜啊！哦，你是潇洒吗？妈，无你是讲耍的啦。无我都是故意讲的，不是事实。不管家里过去发生代志，你拢无应该讲话讲拜拜。搁再讲，恁两个是姊妹啊！当伊给我歹看的时阵，敢有顾虑到我甲伊是姊妹啊？但我即摆已经不是业界的什么人啊！就算讲你甲业界的关系真好，我嘛无需要阁顾虑你啥物。你是哪耍的？黄心怡，无你是凭啥物在遮高大细声啊？曹凤，你即马啥物代志拢爱靠恁阿兄，伊叫你来甲我买刀。假使讲我无爱买你，你等下吼，空手转去。我就唔知影你阿兄是毋是足生气的，甲嘉玲因回失嘞。是嘞，甲人回失的时阵，爱讲出家己倒位做唔对啊。刚刚爱你阿兄来甲你教。嘉玲，真正就是嘞，我都无应该对你这样无讲道理，讲话这样无礼貌。欧巴桑，是嘞，我无应该对许多讲话这样无礼貌。师姐是嘞，我无应该安尼看轻你的头颅，而且你拄仔之前话，我应该好好反省。应该好好感谢你才对。阿姆嘉玲，是的啦，啊，人客数字吼，我真正无法度控制，甲你惹麻烦啦。不要紧啦。妈，我去啊。你今嘛知影心仪，甲嘉玲的差别啦吼。行，今仔迄个阿芳哦。我看就知影吼，伊含嘉玲本来就是无同路的人啦。啊，不过伊讲了无问题啊。大嘉玲吼，伊是细伊阿囝，啊离过婚，佫带一个咧拖油瓶。啊你啦，啊搞到这种糟囡啦。啊人吼，若伫咧后壁甲我讲啥拢无要紧啦。啊若伫我面头前甲我讲哦，我真正袂动的啦。嘉玲无问题，你认为嘉玲无够好，那是你的问题。我甲嘉玲做伙时阵，我感觉足快乐的。我嘛认为嘉玲是优秀的查某囡仔。啊，你敢会当莫阁批评伊啊？嘉玲，即马恁囝已经嘛足大汉啦。啊，假使后摆伊若娶一个新妇，会写你的面子，啊，让你出力头也袂起来，安尼你安怎？妈，我认为找对象上要紧的是人品。只要我的后生伊的对象人品无安怎？就算捌离过婚有囡仔，我嘛袂讲啥。迄是本来你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不过真可惜啦，我的婚姻哦，都无亲像你啊丰富啦。所以我希望阮四姐当娶一个查某囡仔吼，
啊，后摆娶出个会当予人世界娱乐的新妇。不管一个人偌优秀，后壁一定拢有人讲闲话。也毋过妈，听你要求遮尔，敢会伤过无讲道理？你讲着重点啊，至少吼是予人伫背后讲，毋是伫我面头前咧讲。啊，人个心意都做会到。啊，今仔迄个阿芳啊啦，啊讲话实在有够无客气，啊心意就跳出来讲干妈，啊叫伊着甲咱回实的。啊，卡苏若毋是伊甲我喂吼，迄个真正有靠我着两支笔啦。妈，心意是自在女朋友，你莫卡袂着着，一直叫我考虑伊好无？搁再讲，你一直安尼做，你自在嘛是一种侮辱。人的心意是大艺术家呢，迄自在根本就配袂过人啦。等伊两个到底会当斗阵偌久吼？你大家吼目睭闭乌金啦，尤其是你啦，目睭吼闭较大蕊的啦。有遮尔一点仔基本的尊重，讲真正有遮困难。你要叫我尊重你的对象，你嘛是还先尊重我啊！啊，你今仔有这个成就嘛是？拢是因为你，这我知。我真感谢你，我知影我自细汉的时阵，拢是因为你四界借钱，我足够读册，我今麦才有法度做一个世界知名的医生。啊，不过你敢会当卖用你对我的栽培去感谢我的感情？你对我的栽培，跟我选对象一点仔关系拢无。你搞我这种不得不起的查某囡仔，你就是在辜负我啦！今麦拢什么时代啊？你哪会有种观念啦？阿芳拢是咧针对外人，也毋过妈，你拢是咧针对咱家己厝内底的人呢。你这种傲慢的行为是比阿芳更加傲气。你安尼做，只会让咱家人、让外人起笑，你敢知？你是咧讲啥啦？哎呀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四姐，你莫安尼甲妈讲话啦。我无搁忍嘛，我一定要甲伊讲个清楚。我无想要搁让你受委屈啦，我无想要搁让你让阮妈拢头前过。好啊啦！你袂当假好心啦！我今仔我倒变到安尼，拢是你害的啦！你哪有才调？你谁敢离开我四姐？我绝对袂让家人离开我身躯边。妈，你莫阁逼我，伫你甲家人中做选择。若无我，若无你是要安怎？若无你是要安怎？啊？你要跟你母啊切断关系哦，和你的亲人要冤仇哟！你母啊饲你这大汉，不是要听你讲这种话啦？你有听到吗？好啊啦，永然啊，你嘛爱先反省一下好无？啊，师姐讲的不是无道理嘞，你敢不想看卖伊是今仔时啊这尔啊生气啊？你敢假死我？哎呀，无啦，我无咧假死。我是要甲你讲道理，好无？哦，自在个生意，两个人都好好斗阵，真好啊！你想啊，硬要叫四姐甲生意甲斗做伙啦？讨人做不来人，希望家己个囝去抢人个女朋友啊？你啊，嘉玲已经对你有够好啊，甲你当作亲母啊，恁都看待你友好，互你食，互你穿，呀，厝里流水阁找一间厝，互咱住。已经这么好的媳妇啊，你是到底要去倒位咧无满意啦？你敢点点啊？我无要点啊啦！咱结婚三十几冬，我各项代志哦，拢以你的意见为主，我拢无要出声。今仔你真正若做了伤超过，我无出声袂用的字。嘉玲哦，今仔哦，我都为伊到底啦。你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干那么为？干那么为？你搞啥啦？我咧控制四姐，咧控制袂起啊！你拄达边咧有诶无呀？你搁找这个查某要当传恁家宴会，你敢对会起恁家公妈吼？啊！你莫遐卡袂着，就找阮家公妈出来讲哦。阮家祖先从来毋捌规定讲哦，娶某一定要娶门当户对诶啦。你莫当代志，特别针对家人来讲啊。阮家公妈是财大好人摆。唔是嘛，让你拍架欺负伊个！爸，爸！嘉玲，啊，嘉玲。
祖先大家困了，真正就歹势，我先来走。